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学习一下阳点衍生的第三个笔画，卧钩。先写一个阳点，竖直向上，放倒。停，一边走一边抬。然后把左边边缘加长。一边走一边抬。注意，往下走，走一个弧度，到这，一边走一边抬。从这个角度看它，就是一个斜钩，对不对？